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香香。看到我在洗地瓜了吗？我们现在开始挖地瓜了吗？开始洗地瓜粉了。现在首先要把这个地瓜清洗干净。这是已经洗好的地瓜，我们现在挑去碾了，碾丁碾成地瓜渣。妈妈，哎，碾地瓜渣了。对，走走。快点到这里去呀！好。地瓜来了。好了，你看，洗了这么多的地瓜呀，我们每天都要碾这么多洗地瓜粉，大概要碾八个月左右吧。等一下就开始碾地瓜了。看，这个就是我们用机器碾出来的地瓜渣，你看，到时候要洗那个地瓜粉才能洗出来。妈妈，你看，这个是我们要洗地瓜的工具啊，看到这没有？这是用竹子编成的，中间有那个漏的洞嘛，可以。这个是纱布。放在上面，就从这里面挤进去了。我们等一下要洗地瓜粉了，这个是家里面的井水抽出来的水啊。你看，这是用清水稀释的地瓜渣，这样才能比较好洗出来。你看，很浓啊，你看，是不是像牛奶一样？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淀粉给洗出来了。去了，去了。来，那我们做给你。你看，是这样，把里面那个淀粉给挤出来。你看，就一直要洗啊，直到把这个桶里面的水全部装满了，把这个淀粉用淀粉水吧，然后到明天早上的时候会沉淀下来，把那个水倒出来的话，底下就有那个我们平常所说的那个地瓜粉了。洗这个很费劲啊，你看，很累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下哦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